土壤力学试验，三轴试验，三轴试验设备。一开始先准备试底，就是先拿出我们三轴式的底板，然后放上一片滤纸，然后接着我们拿出我们的模具，我们会在模具上面抹适当的凡士林，完成之后就是将模具组合在我们的三轴式底板的上方，好，接着使用我们的铁束带进行固定。接下来我们是将我们的土样以4到5层加入我们的模具之中，然后每一层的量尽量固定。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个小夯锤，然后将每层以约2到30下来的方式来进行夯实。然后夯实的方式就是通常是外侧一圈，然后中间再锤一下，然后重复2次。每层夯实完成后，以小刮刀制造粗糙面，再进行下一层的夯实。然后我们夯到最后一层的时候，需要高于整个模具的高度。然后利用我们的大刮刀将我们的试体修平。接着拆开，小心的拆开我们的模具。将橡皮膜小心地套在橡皮膜扩张器上。并抽真空使之贴合扩张器。将橡皮膜小心地套在试体外后，释放使之贴合试体，然后将橡皮膜脱离扩张器。利用 O-ring 扩张器将 O-ring 由下而上套入固定橡皮膜。下方完成后，上方依序放入滤纸、扩张器、加压顶板
套入 all in 后，移出扩张器。将三轴式上盖底部的 O-ring 套入并上盖。依对角方式大致固定螺丝，再依对角的方式确实锁紧三轴式。调整加压棒高度，使之微微碰触加压顶板。最后锁上孔隙水压剂。将三轴式上机后，调整反力架高度及水平，确保加压棒与顶部保有些许空间，并确认反力架为水平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是将我们三轴式做注水的动作，然后我们是使用这个微压水阀门连接的这个软管，然后我们接上我们三轴式的这个 A 阀门。然后接上之后，我们会开启我们的储气水阀门，然后 B 阀门，还有微压水阀门。接着打开我们三轴式的阀门，然后它就会开始注水的动作。然后注水期间，我们可以松开顶部的螺丝来做压力的释放，让它注水的速度可以快一些。这样，倾斜三轴式，并利用顶部小孔赶走三轴式中的大气泡。完成后，再打开水阀至表面张力状态，锁紧螺丝完成。好，我们三轴式注完水之后，我们就是进行加微压的动作。好，我们这边的水管保持连接，然后这边的水阀是关闭的状态。然后这边的水阀的话，我们是打开我们的A 阀门，然后 B 阀门，还有这个微压加压阀门，还有这个三轴式水阀门，其他都保持关闭的状态。然后
接着我们打开我们的气压计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旋钮到我们需要的微压。然后到我们所需要的微压之后，我们就打开这个三轴式的 A 阀门，我们就完成加微压的动作。然后我们加完微压之后，就可以利用我们实验仪器的操纵面板来调整我们仪器的高度。然后这四个键就是我们调整仪器的高度的按键。然后左边的话，这两个就是快速上升，然后这边就是缓慢上升。所以我们需要就是用快速上升让仪器快速先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，再微调它的高度。它稍微碰触到之后，我们就改用微调的方式来让这颗圆球用手无法波动。而当这个圆球就是用手没办法波动的时候，就是大概到我们就是指定位置，然后也不要太超过这样。我们调整好我们仪器高度之后，我们就接上我们的孔隙水压的讯号线。锁上之后，再装上我们的 LVDT。然后我们装上我们讯号线跟 LVDT 之后，我们就将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实验。然后先将我们仪器的读值都进行归零的动作。然后确认好都归零之后，然后可以确认我们的上升的速率为0.5 ng， 然后每分钟，然后都确认完毕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 start， 然后进行我们的实验。然后当我们的试体达到破坏，或是它的轴向应变到达15%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暂停我们的实验。然后方法就是按下我们的 stop 键，然后确认，它就会停止我们的实验。然后这里会有一个 home 的按键，按下之后它就会回到我们最一开始上机时的仪器的高度。现在就结束我们的实验，然后观察我们试体破坏的情形，这样。